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。哈喽大家周末好呀，今天打算去本地的龟市去淘一只花龟小公，快来跟我一起看一下吧。花鸟鱼虫上二楼，没错，这里是亦都古玩花鸟市场，苏州的龟友应该都知道吧。卖龟的有两家比较大的，先随便逛一逛。老板这里果然有不少花龟大鸟，停下来来看看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最后挑到了这只。等车准备回家了，到家了先把龟放到盆里，泡下电解多维补充一下体力。花龟作为花鸟市场三巨头之一，虽然价格低廉，但颜值很高，美得很有特色。但一只7公分多的小公，当老板报价15块时，我还是有点不知所措的。这是我所有龟里面最便宜的一只了。年少不知花龟美，再回首时已过二。愿你也有心仪的花龟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花龟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哦。